觉得我们就比一比还是少。你会影响你后来的佐料吗？像今天这个汤底是这样就没有奶的，咖喱可以加牛奶，汤底它已经加了那种咖喱汤底，其实就不适合放奶的。那没有，我隔天就是再加菜进去了，因为你要算到那么紧，就是加半块，然后把它切比较那个玉米啊，我就是既然是要。不止，那我们啊不是这个叫双团欧啦，哦三团欧。还没吃完，还没吃。嗯，先还是要让它出味道，所以细面，所以刚刚就买这个蔬菜汤里面的。对，感觉我们可以去买那个大碗。大概三到五分钟下。大概你学的好仔细啊。闹着玩的汤底，它不用加盐巴，然后味道都很好。想要摆淡一点，就把它摆淡一点。然后，对，就是番茄跟葡萄。好了，橙子，好吃的蔬菜面，新鲜。上面呢，再加一个这个蛋。我在欧洲三个月，日本一个月，吃这个蔬菜面，真的太腻不舒服，或者是。那个身体疲倦的话呢，恢复比较好。你这样一直讲话，上次你我叫你关掉也是因为之前很少吃家里面，还是说就算做的，很少煮吧。其实我个人从小接受教育是太习惯了，吃面的时候，吃饭的时候要轻声细语。为什么吃的锅？为什么他们是学生老太婆？他在卖在冰箱干的，我当时有一两个吧，其实我从来不想不知道说昨天呢，买他刚从天津采回来，不管是水煮或者是那叫炖汤，或者是